不喜欢穿太紧牛仔裤的人有福了哦，因为呢这一款的版型算是偏比较大一点点哦，像妞妞穿 S 号还有大概一寸的空间，所以呢如果你喜欢比较宽松的人，你可以买这一件，它整体的休闲度宽松感都比较大，大很多，每一件牛仔裤都是弹力，都是比较合身的，尺寸比较大一点点哦，冬天开始比较厚的衣服想要扎进去的时候，这时候这种裤子就有用了哦。四扣有没有看到它是撞色，有没有看到撞色，我超喜欢这个的，秋冬我想要搭比较厚的衣服可以塞，那这一款的明显版型尺寸都比较大一点点哦。你平常是肉肉的，你穿 S 号有点紧的话，这一款 S 号你穿下去就会很舒服哦，还有很多的空间哦。半低腰，因为我的肚脐在这边，它不是弹力的，它就是一般的牛仔裤，我觉得这个蛮休闲的，就是春夏秋冬都可以穿，然后冬天还可以扎厚衣服，然后如果你觉得有点大的话，可以再系一个皮带，也会蛮好看。